电视。然后呢？电视，播放。我就知道。我就知道我是师傅。你是师傅，你要找到足够多的通关文牒印章，找到假徒弟。通关文牒印章就是这个吗？通关文牒，通关文牒为中国古代护照，是通过关戍时的通行证。今天的八位队员将分成真假两队，孙悟空、沙悟净、白龙马均有真假两个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什么身份？我的身份是什么？哎呦，真的是，真是啊，我就是他了呗。真徒弟要设法让师傅相信自己，假徒弟则要隐藏身份。好，这个人好。而吴亦凡作为唯一的师傅，去找到真徒弟，带领他们获得更多的通关文牒印章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八个人里面一定有两个师傅。我太聪明了，走吧。这是照妖镜吗？魔镜，魔镜，告诉我到底是谁？现在请选择你的队友。八戒是唯一一个真假难辨的徒弟，他究竟属于真徒弟队还是假徒弟队，将由他所选择的队友的身份来判定。要从这六个人，吴磊、周勇，我选你吧，我觉得胜率会比较大。我是猪队友，猪队友。